人你总觉得自己硬件强，人家也不垃圾，不垃圾的，他那普渡中程套，哎呦我操，这个人比我还快，这就不好打了。去那盘丝跟武装是一个老板的号，职业擂台，这个盘丝好像打不过，我靠，他妈这个盘丝套路好多。把我神马拿来，让我先拿个速度再说。这是第一盘丝，兄弟们，我直接换须弥能冲死他不？我再不冲，他他妈要冲我了！他妈直接诅咒智商，快给我干没了！冲他妈的，冲总比不冲有机会。哎，我操，他先冲了，他的速度比我快，我滑式，打我901啊！啪，嘣！我打他200血，第一盘丝我得承认还行啊，还行啊，还行。这回合他赌他水风，我得催眠的催中，他再换宝宝。这盘丝1100的法防，用须弥就别想了。进去，速度没他快，没他风筝重，法防还比我高。兄弟们，对面的盘丝生日快乐，第一盘丝三维还可以啊，他他妈到底带的什么六抗风，还他妈六法王。现在这种机会的话，其实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，只能怎么说呢啊，耍把赖啊，嘿嘿嘿，哎呀操，耍赖失败。好，那咱们还有冲的机会啊，反手冲他妈的，假装掉线，还你有几只须弥啊，年轻人？就你须弥多，咱的须弥有点抱不动，抱动了神佑了。我不信的还有须弥啊！行，牛逼！这只宝宝还他妈给我来了把清场。啊！我操，这个盘丝啊，我承认是打不过的。讲道理，这个盘丝真的没机会。